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伟玲，欢迎收看今日婚礼新闻。婚礼馆112年度全国运动会22号下晡在台南田径场开幕。今年冠军总共有20个项目，2762位的职员以及选手来参加。其中田径等等的奖励将比较全国运动会参赛标准的成绩，选拔今年婚礼馆的代表队。全国的运动会赛事是真精彩，邀请所有乡亲买单来到现场为选手加油。婚礼馆今年度全国运动会伫今日下晡伫台南体育场开幕。今年冠军拢总有20个项目，2762位的队职员和选手来参加。其中田径的部分将依照达到全国运动会参赛标准的成绩来选出今年的婚礼代表队。那今天有2762位的这个选手哈，那有20项的一个比赛哦。那同时也有700位的这个裁判哈，在凭借我们所有这些选手当中哈的所有的获奖哈的名单了哦。那我想我们在整个云林县哈体育方面哈已经越来表现得越来越好了哈。那这次12年的全中运哈，我们拿到16金22银哈，那24铜了哈，所以呢表现超过以往，那也表示了我们这几年来哈针对所有专业的教练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聘了17位教练哦，那也让教练发挥他们的专业哈，那也让他们能够非常安心放心的培育我们的所有的选手们哈。另外114年全国运动会将会在婚礼来举办，婚礼馆长周丽生表示，也期待透过体育赛事来发现更加多运动人才。114年全国运动会哦，云林县是主办单位哈，在我们这个主场哈，也能够发挥主场的优势，那我们的选手哈都能够拿到非常好的成绩，也能够为云林争光。那同时呢，也在整个比赛赛事当中发现更好的人才哈，我想不只是为云林争光，未来也能够为台湾争光哈。婚礼全国运动会23号阁有真侪精彩比赛在进行，欢迎乡亲朋友会当趁着假日期间到台南体育场为选手加油。记者丁佩莹采访报道。